天期待新惊喜，快乐总比烦恼多，记得初心做自己，天生我才别得意，仰望星空踏实地，不等时间只等你，寻找出发的意义，不用担心坏天气，不要害怕路难行，我们彼此相信，彼此相依，面对暴风雨不逃避。 1,2,3 挥挥手再见，长长的痛从不曾忘记，重拾跌倒的梦，用真心去聆听，是你让我懂，雨后会有闪耀彩虹。挥挥手再见，长长的痛从不曾忘记，重拾跌倒的梦，用真心去聆听，是你让我懂，彩虹其实就在心中。将计就计，绝不能让天泽威把嘎嘎的飞行能力拿走。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哎呦，不见了，仔细搜搜。谁呀、天泽威，呀！快进去！哎呀，拿到了，快走！站住！谢谢你们，我又能飞了。哎，天才威三天来七回，真是防不胜防。哎，他要动动腰和侦察蜜蜂，天天监视俺们。他在暗，俺们在明。哎，要是反过来呢？苹果采集器挂树上。站住！动动腰，你平时有没有用心侦查？怎么不是扑空就是有埋伏？就是我错了，别打我！哼，飞行器坏了也不早说，估计是这怪声暴露了我们的行踪。现在天才为在明，我们在暗了。没想到这个东西这么神奇。小心点，弄坏了就探听不到天才为行踪了。这么做不太好吧？暂时也没别的办法呀。动动腰，今晚
我们一定要采集到黑风的能力。俺们快去阻止他！。兄弟，你说现在黑风多好了呢？放心，救助站很安全，就看光头强的计划了。别怕，是我，光头强。瞧瞧强给我带来的强大武器。你啥东西这么辣呀？强哥独家秘制调料。我们在黑风家路上布上超强连环陷阱，不信困不住天才威。救命啊！快点！疼啊！这么多陷阱，俺都有点记不清了。做条安全标记咋样呀？好。主人，我们成功了！黑风，乖乖跟我们回去吧。熊大，熊二，黑风被天才威抓住了。天才威咋知道黑风藏在救助站啊？不清楚，现在赶去救助站，他们一定还没走远。主人，黑风他挣脱绳子，往自己家方向跑了。站住！去黑风家。这，等等，我们的陷阱就在这附近。安全箭头。奇怪。俺明明跟着安全箭头走的呀！熊大，这下咋出去啊？别急，我想办法救你们。天才威，你把黑风怎么了？哼，站住，别跑！不好，好险啊！安全箭头！怎么会？好辣，好辣呀！安全箭头怎么全错了？这就叫将计就计，多亏你的小手工。你早发现了，没错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抓黑风，因为我已经有两只熊了。黑风没事儿，可是俺俩有事呀，救命呀！强哥来救你们！你，强哥，别当我不存在好吧？哟，有两下子。泥巴袋有了，光头强，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让你尝尝泥巴的味道。你们的陷阱都被我动过手脚了，别白费劲儿了。那可不一定。哎呦，泥巴袋快掉进来了呀！熊大、熊二，快用泥巴袋！敢砸我帅气的脸！光头强，你啥意思呀？用袋子缠！缠啥？缠手！不好，完了！缠手？俺明白了。好辣，好辣呀！
在哪儿？在哪儿买的香肠啊？喂，是不是很好笑啊？干得漂亮！多亏这个用袋子做的手套，他们可以抵御尖刺，顺利脱险。接下来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别乱来！陈才威，今天你插翅难逃！这，好！我看不清了，拜拜！哎呀，又让天才威跑掉了。孟托强，你的设备，你看我都成什么样了？这东西害人害己，不要了。动动腰，动动腰，听到请回答。黑风，你给我老实点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哼！动动腰，别演了。东东妖，你听到了吗？